亮哥，你能帮我看看这个吗？我这个榨汁机用不了。哎，这不在你吗？我插了电，它不转，应该嗡那种。这不能是手动的吧？不能。我应该是自动。哦，对齐。走。怎么样？哇塞，男神！是啊，怎么了？是亮哥把它弄得动起来了。那你炸出来一杯给我吧，谢谢啊。好嘞，谢谢亮哥。不客气。哇，你这炸的西瓜汁啊！快了，你等我都炸完，给你弄一杯。为啥还有绿的？连皮也放进去了。一定是我脑子已经晕了，加了块皮。不能用皮，不然是绿色的。这里边没有皮。感觉像中毒了一样。没事，有皮也没关系，只是给客人的。给。谢谢。嗯。这个复杂吗？如果不复杂，我就加一个。不复杂，就提前炸好就行，然后冻起来，多炸俩。今天就一个西瓜。那我们就加西瓜汁了。好，但今天就一个西瓜，不客气。好喝。没有西瓜了。太好喝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哎哎，我那天看赵薇，有一个方式切西瓜是对的，它不是这么切的。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刮。